十八年纪上第十六章一节，耶和华对十八年讲：“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着伊悲伤要到偌久呢？你得用脚底油抹抹，我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，因为我伫伊众子的中间预定一个做王。”二节，撒母尼讲：“我怎样通去呢？扫罗若听去，要杀我。”耶和华讲：“你通带一只牛啊去。”就讲：“我来是要对耶和华献祭，你就请亚西来吃祭吧。我就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。我所指示你的人，你就给伊抹油。”四节，撒母尼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到伯利恒。那些城里的长老拢摇摇踹出来迎接伊，问伊讲：“你是为着平安来吗？”五节，伊讲：“为着平安来的，我是要甲耶和华献祭，恁就清去家己，来甲我三角食祭吧。”撒母尼就予亚西甲伊的众子清去家己，请因来食祭吧。六节，因来的时，撒母尼看去伊利亚。就心来讲，耶和华所要抹油的，的确伫伊的面前。耶和华却对撒母尼讲：“毋通看伊的外貌，甲伊身材悬大，我无惊伊，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八节，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母尼的面前经过，撒母尼讲：“耶和华也无惊伊。”亚西阁叫撒玛。对撒母尼的面前经过，撒母尼讲：“耶和华也无惊伊。”十节，亚西叫伊七个子，拢对撒母尼的面前经过，撒母尼讲：“这拢毋是耶和华所惊的。”撒母尼对亚西讲：“你的子拢伫遮吗？”伊回答讲：“还有一个煞尾，现在伫饲羊。”撒母尼对亚西讲：“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若无来。”咱无要坐倒。十二节，亚西就找人去叫伊来，伊的面色光红，两粒目睭清秀，生着好看。亚花讲：“这个就是伊，你起来给伊抹油。”十三节，撒母尼就用角内的油，在伊遐兄哥的中间抹伊。对这个去，亚花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尼起身倒去拉玛。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对耶和华遐来扰乱伊。扫罗的心腹对伊讲：“现在有恶魔对神遐来扰乱你，阮的主通吩咐面前的心腹找一个敖弹琴的来，等神遐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，予伊用手弹琴，你就好。”十七节，扫罗对心腹讲。恁通为我找一个敖弹琴的，带来我家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讲，我捌看去伯利恒人亚西的一个囝敖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讲话有智慧，面貌好看，亚花也甲伊同在。十九节，扫罗找使者去见亚西，讲，请你找你饲羊的囝大卫来我家。亚西就用几块饼、甲一杯茶的酒、甲一只山羊啊，拢载伫驴顶，交予伊的囝大卫送予扫罗。二一节，大卫到扫罗遐，就跟对伫扫罗的面前。扫罗真疼伊，伊就做扫罗亚军器的人。扫罗找人去见亚西，讲：“求你用阮大卫跟对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目睭前得到恩典。”对神遐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，大卫就提琴用手来弹，扫罗就宽心得着好，恶魔就离开伊。